天啊，我的音乐嘞！晚上好。你看，明明就会掉，就昨天太大开台就没掉，白痴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哟、哦！哇塞，去，待会要干嘛？打掉你！嘿咻，嘿咻，白嘿痴啊、哦！白咻，痴啊、哦！白嘿痴啊、哦！咻，白痴啊、哦！我怎么没关到静音啊？哎呀，被发现了。打掉零骷髅头，还有什么？挂在这里，偷电被抓到了，对，没有，只是那时候在刚刚在挂那开他的台那边聊天，三，看隔壁，拍，精灵又下了，没有啊，后面那个。乱讲的啦，想说我还在跑光遇，今天是想要打那个啦，想要打凋零骷髅头来做 switch，所以有这个私下打也可以，因为在这里花15分钟走那么多，你等等上线哦，好啊，你等下上线我再跟你聊啊。爱蓝莓，哦，他可以手动结束哦，哦，这样子哦。他看到血流成河，你说看我死吗？你干破。好啦，结束啦。结束意见调查表。可惜他不能赌博，他只能投票。来准备物资咯。青菜渣说吃肉。回的血会比较薄。因为菜渣跟听观众说的啦，说肉的隐藏保持度比较高嘛。我觉得很合理啊，因为毕竟肉不是用种出来，不像小麦是用种的。我还是觉得砍得比较快。砍这一半好了。这什么刀？锋利。他怎么有记忆？砍太多了，白痴哦！想说切一半的，哎呀，哭啊！哇，有一只单身了，还有人要吃牛？不吃牛啦，吃草嘛，没了。砍太多啦！我想说最后一个一定不会过，所以就点了。我也是想说最后一个不会过，所以我才故意填进去的。没想到，哎呀，好像有点多啊。哦，胡子在弄了。因为菜渣啊，怎么会有这个？啊，我这边本来是丢垃圾桶的，不知道谁收起来的啊。垃圾桶很远呢。我看他回血速度确实很快，对啊，所以他是说猪肉最快，观众说猪肉最快，再來是牛肉，所以我们先准备准备准备吧。
就这边放羽毛的吧。羽毛，羽毛，羽毛，记得这边有羽毛的啊，是什么？原色箱。放青菜啊。点恐龙装哦，我用两天了，就没换回来了。另一个是谁？那叫长门有希，哎、欸，他是跟菜渣打魔物认识，然后他很享受在这个事务器玩。那、啊、我们去维基查一下好了，我去查一下。Minecraft， 宝石度，恐龙装长怎样？你们想看是不是？嗨，韩文，长这个样子。当时是浓眉口水的时候，爆了，哦，爆了，没有讲欸，食物，营养值，营养值的话，牛排、烤羊肉、烤猪肉、鲑鱼，营养值都是很高的。然后普通吃的烤马铃薯是算普通。啊，等一下哦，哎，有啊，营养值。哦，哎，真的耶，烤猪肉。20.8 哎、欸，烤牛肉嘞，也是 20.8， 所以牛肉跟猪肉是一样的啊。好啦，共玩精灵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哎，从隔壁偷渡来的吗？对啊，在讲营养，在看那个，因为等一下去打凋零，回血要快一点啊。饥饿，饥饿没关系，要回血快一点。20.8，金胡萝卜20.4，可是我现在缺金，没办法。反正蔬菜都回好少哦。对啊，蔬菜蔬果都好少、哦，要肉。好，鲑鱼有15.6，哎，15.6，哎。15.6 是什么概念？15后面加个点六，哎，好，鲑鱼15.6啊，可是牛排跟猪排是20.8，哎，鳕鱼跟烤鸡是一样的，鳕鱼，对啊，哎，不对哦，不对不对，哦对啊，1.2，不对呢，有效品质是什么？饱食度啊，营养值，白色看错了啊。早安，早安。金胡萝卜可以跟农夫买，可是我没有主要农夫啊。农夫不是，我不是农夫的救命恩人啊。很小，不然我想养一只农夫起来。这个啊，如果他是1:3的话，我就跟他买了。但不是啊，不是啊。但可以去胡子家玩，胡子家有很多绿宝石，我在他家偷绿宝石，这样。
我以为他养了嘞，是什么？奶酒树？我猜这是经验修补。Hello， 哎，不是哎，哇，他这村民太棒了吧！修补耐久，我天啊，太强了吧！好啦，就叫胡子来买就好了。晚点再来跑光遇。我们优花说晚点要出门，坚持很少。哎、欸，他的村民很屌哎、欸，手都是满腹膜的啊！刷多久了？再来是我们的胡子，最香。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麦块浮游隐形保持度有啊。你吃饱之后，其实会有个保持度上限呐、啊。好了，我敲死掉了，这样。弓箭带。盾牌带，那、啊、这不用带了，带会死。我在想要不要那边稍微整一下啊？算了算了，等蓝莓上再想，不然一个人死掉。他们皮革放哪？晚上好哦，晚上好哦，晚上好哦。紫色，哦，紫色，鞘刺应该也不用了吧？鞘刺，鞘刺，我那天就是太嚣张啦，鞘刺带身上，想说飞得比较快哦。然后昨天有在看菜渣台的啊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。这个嘛，这不是箱子开得到的苔藓方块吗？啊，其实它可以越用越多嘛。你在苔藓方块上面撒骨粉，可以得到、哦。来，打完之后，哎、欸，我直接去资源世界带你们看就好了。等一下要敲掉。那昨天就跟蓝莓说，哎、欸，蓝莓，对了，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然后我们昨天就在这边。有啦，我会带抗火，一定会带。我其实现在每次身上戒符盒一定会放一个抗火药水啊，不管用不用得到嘛，就先放着。然后就这里，我们在这边，昨天蓝莓在这边喊很久，然后就这个嘛，随便打就有了。然后啊，然后就是会，因为它一定要土才能蔓延。然后会长出有这个东西以及这个东西啊，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只是装饰不一样。那你再对它长骨撒骨粉的话，就跟对橡木撒骨粉，然后就会得到这个东西。不一定是这个啊，它就是在橡木上面随机几个东西会有这个红点点，所以很好看。然后所以就跟蓝莓说，蓝莓快快快快快，有个少女心的东西让你看。然后她很开心的，昨天。就这个像个小女孩一样在那边傻很久，然后她竟然嘴我一句话说：“我本来就是女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对啊，只有很多啊，因为这个是 1.8 才会 1.18 才会有的东西。好，没敲瓷。然后他就把他家，有看到？那他已经把外面这个弄一圈了，
看，他家原本外面是两层高的叶子啊，都改成这样子，我也觉得比较好看。那再来是里面，他把一棵树拿出来种，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，这是种出来的。你看哦，这个杜鹃叶，然后这个是开花的杜鹃，这个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蛮好看的啦，所以才会跟他讲说，快来看哦。因为昨天我也没有想要，反正也没有想要开，想说哦好累哦，真的最近就开始觉得有点那种日更跟到已经开始有点，虽然也没有上什么全字幕之类的，就是剪一些好笑精华丢上去，而今天就也开始有点那个，就到了倦怠期。滑鼠有换吗？还没，一直没忘记。来这边就是王美拍拍区。这样子，这个也是网络上看到拿来盖的。他今天要打的食物群那个东西也是。给教主豆内提振精神 ，by 明天第一天上班的阿长。感谢阿长超级留言，上班加油，上班加油，记得戴好口罩哦。这世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世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可以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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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起来的话看起来很不错，做的话我应该去轻松高校盖一个啦，盖一个跷跷板，然后上面丢那个、那个矿车跟盔甲架，结果就伺服器没人，第一件事情跑来这边挂着。造反造什么反？这世界很多东西都我弄的，我还造反，把自己东西拆了，是不是？我没声。哎，不用觉得那边亮、那边是不透光玻璃啦，那个是不透光玻璃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哟！然后这个其实昨天下午完成的嘛，已经亮这么多了，拆了再盖，没啦，对吧？昨天有在看的都有在挂拆家台，我们那边等了八分钟吧，掉下来一只墨鱼那个龙源，我整个一脸哈。太杂了吧，侦测器放了一大堆的哦，它是要那个啦，用那个什么南瓜机吧，当时好啦，我们出发吧。我本来不是说过我想去海边那边盖家吗？后来再想想，觉得没有说不想啊，觉得那边盖好像还也还是可以，就一个人独居在那边，云安安陈安安，一个人独居在那边，好像其实真的也不错。我最近又想玩泰拉瑞亚了啦，啊！昨天啊，前几天不是菜渣120养到龙源，啊，这真的超贴心的。我你看，我一把这边改成这样子了，你看每个都有灯，三房那个位置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。看多漂亮，多漂亮，多么的漂亮啊！我还在努力想，我会不会不小心把蓝色龙源捞起来，把它丢掉过？这个问题其实一直
让我思考超级超级久。我心有余力不足。你是说玩泰拉瑞亚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就像重新玩麦块一样啊，很多东西你还是要重新盖啊。然后其实菜渣那个也说，它不一定是一个据点，它那边就是跟类似渣渣城嘛。一开始他们也是，你先去，我等等啊。那个就是有很多据点的意思啊，不一定都全部集中在这边。我真的想说，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，你如果中的话，我会很恨你。为什么呢？这表示我在垫水位啊。蓝色很明显吧？可是你两只白的养在一起，然后再加上水的颜色，我真的有时候分不太出来，很怕啊。好啦，我们去找蓝莓吧。他不是说来 DC 找啊 DC 人嘞，楼下啦，天才。哦，天才，那大屁股把人家坐死。我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示范给你听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可是你不要，我不听。可是我不听。来，我们先做，做完之后再听你讲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昨天有看那个新精华、啊，我的船嘞。在哪里？你身上有床吗？我身上没有。那你还有什么？我有啊，我有马铃薯啊。我有啊。那你没有做玉髓妆啊？嗯，舍不得。用啦，这拿了就是要用。哎、欸，我的地板怎么变这样？谁做一大堆木板砖啊，要干嘛？但我很难过哎、欸，都不用。爽啦，怎样？我好难过。啊，你搞个鬼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烧个食物。等一下。你烧食物，你食物不是一堆了？啊，要昨天要备用啊！我的箱子我要看到它是满的，我才舒服。嗯，我帮你塞泥土啊、石头啊。我不吃那个，给那些穷的人吃好吗？又不是你吃。还在不在哦？来了。你在哪？你为什么下面要放鹅卵那个啊？石砖啊？想说直接两格高的草也可以啊。哦，对耶，你好聪明啊！对啊，你好笨哦！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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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示范一下那天你是怎样做的，我看一下啊，好，就在你家好了。嗯，你家怎么都这种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最棒了。嗨，那时候是这样对不对？好，你先上，你我，好，坐后面。嗯，你那时候是要转向对不对？哎，我宕机了。我失去连线了。哇塞，我把你挤出去，你看吧，坐后座的被屁股挤就会出事吧？你看你，真的假？哎，不是，这真的会被那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怎么在泥土里？欸、你又绘图转身了我知道，为什么？那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啊。可是我有算好两格啊，不是两格就够了吗？哦哦哦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它不是两格宽，哦，肚子就一格高，所以你那时候。你挖二乘二很危险，要三乘三。我以为不要，你以为？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再坐上一次，懂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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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了，我很抱歉。你家真的是很冷哎、欸，蓝蓝的，需要一点火。不要啦！可是我，来，你觉得？你没杀他？对啊。菜渣也没有杀他，菜渣把他们赶下跳楼啊，不是吗？那也是间接伤害他啊。对啊，你也是间接伤害他、啊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兔子临死前被你闷死，那有多难过吗？不是，他啪了四声呢，我还算呢。不是，我听到，我一直以为两格就可以了。我之前不是是就跟你讲，好好，你现在不知道吗？啊，现在知道啦、啊，因为我现在知道了，因为我不会再残害兔子了。欸、这就很危险啊，船很好用也很危险啊。
所以我很喜欢把床摆在身上。我想说两格就够了，然后转个向他就死掉。啊，所以我就说吧，他是可以穿透的方块，他很北齐啊。你看，哦，这样穿过来，很多以前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你黑掉了。不是啊，他可以穿墙啊。酷。他就很白痴啊。这不是 bug 啊，这以前就一直都有的东西啊。我要怎么？你前面就不行了，你前面就不行了，你要对好，你倒退，转一圈倒退。这样。对，退好。为什么你不行了？我太胖了吗？我觉得是哎、欸。不对吧？等一下。啊，我对啦，白痴哦、喔，你不是这样，你要背对着你要穿透的方块。然后你再放船，再把鼓。你现在不行，你现在面对，而且你那时候船已经没有卡 bug 了。对，用最近的距离放，容许福特啦。你靠近，你就面对一个地方放。哎、欸，是会不会啦？对，你放太远哈，你坐上去，你退哈、啊，你一定退不了啊，退。你是白痴。来啦，你看我台，啊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他屁股一定要穿过墙，然后再回退哦。为什么？算了，反正这个就很危险啊。哦。好吧，拿好你的肉。好。我们去打凋零骷髅头。你真的不穿御水吗？那边没岩浆了吧 ？Are you sure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你穿一下吧。我不要，其实我还在想哎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要把装备弄到最好、啊。你就弄啊，啊你喷掉，我帮你找御水，我负责。我现在鞋子剩下那个啊，哪个？灵魂疾走啊，可是灵魂疾走我觉得很雷，但又很方便啊。御水不能附魔了吗？嗯。御水不能附魔了吗？可以啊。那为什么就直接上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因为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从来没玩过御水装啊。那你该玩了，你怎么会不玩它、啊？我靠！不要怕，没了我帮你找。了不起，负责。哎、欸，你那天直接用到一组，真的很夸张哎。啊，我就。因为我一开始先去胡子那边嘛，然后我挖了，我用床炸了大概十张吧，就都没东西，我就受不了，我就去看人家挖的路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，因为玉髓它不是会露出来的方块，你要把它一直挖一直挖。对啊，它是埋在里面的啊。对啊，我就把他们的路挖了一遍，里面藏了好几个玉髓。你是说直线的路那一种哦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玉髓它是在一个呛口里面。它是固定一个呛口里面有几个、哦？我知道，我有开那个，我就看，然后我就挖，哎、欸，找到了，再换一个呛口，哎、欸，挖，哎、欸，又挖到了。对啊，其实这个东西啊。对啊。好啦。那他们都没挖干净啊！看我多棒啊！要带泥土吗？带点方块啊。那我带泥土，还是带不是带鹅卵石啊？那这样我还是缺很多哎、欸。如果真的要说御水的话。为什么你要做什么？嗯，剑啊，我要两把剑要做。两把，然后我再帮你挖。你先做装备跟一把剑啊。没有，我是还是你要自己挖？弄镐子啊？没有弄镐子的、啊，镐子会、嗯、啊？对，你应该用刀的。我、哦、靠！你要不要？我这边还有多一，哎、欸，哦，我没多了，对不起。还哭啊？我差一个，我好像有还没烧呀，只是我只剩一个，我烧一下好了。我这边我有一个那个玉髓碎片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哎，那给我、欸。那我给你。那你要做抗火药水还是我来做？不用做啊，不是有现成的。哦，你在哪？宿舍。嗯。啊，我去找你。给你。哎，蓝莓，先吃辣妹。嗨。哎，真的太胖了，进不去了。哈哈哈！啊！等一下，我死了。为什么？我飞歪了，我撞到那个。哦哦、我觉得我们家障碍物越来越多了。
怎么没金了啊？我有金，我有金，我有34个，我来了。嗯，我要去盖自己的家了。你盖啊？我要盖在海边，盖在热带海洋那边。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？不是，菜渣有说过一件事情，不一定这边是据点啊，懂吗？太多了啦，不用对我这么好。然后通通存在那个中介箱里面怎么办？没差，就给你啊，再挖就好了。这种东西，那我用在啦啦啦啦啦啦。那你在那边盖，我要盖一个。可以啊。我要东盖西盖。西盖哦。西盖。应该不用再翘刺了吧？巨蟹不用，那边不用，那边不用。哦，我后面那边我想要整个很大的地图啊，就一个平台。来啊，我帮你啊，工具人上线。啊、所以那边其实很危险的原因，是因为那边涵盖那个飞鸿森林，因为飞鸿森林会有那个嘛，朱布林会来搞死。嗯，啊啊啊！我知道那个平滑石头可以用在哪，可以用在这里。超丑的，他妈的！你知道那时候我不是去那个压制神怪吗？我就拿了那个平滑石头，就一堆人说那是不是铁砖？我们现在有这么自由了吗？就是因为啊，因为你有材质包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是普通的。就是、嗯，那平滑石头真的很丑，真的不知道是谁一直烧，而、啊、且不拿来用，懂吗？我懂啊。那个平滑沙岩也是我带过去那个的啊。盖那个猎人神的、啊，嗯，刚刚熔炉里面有什么？马铃薯、鸡肉、平滑石头，对啊，就不知道是谁啊，就是狂烧。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我去拿平滑石头，等一下，烟火不用带了。好啊，我也拿一些好了。你想说水下建筑还是什么的话，其实那边也够宽啊。我们家这边太不够宽，如果你要盖玻璃屋什么的话，你说凯洛的家吗？对啊，我去拿火把跟平滑石头。嗯，我后面一直忘记一件事情是幽灵眼泪。哦，对，他。我其实想穿鸡眼去用幽灵眼泪啦。你有跟我讲啊，可是后来不是说先缓缓、那个是猪人啊，猪人缓缓，幽灵眼泪还好。因为幽灵眼泪你拿来做一次做回复药水啊。三组火把够吗？你要火把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要吗？地狱，你擦亮火把还是会升怪呢。那带个一组保个平安。好、啊，抗火药水，抗火药水。什么龙源头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变老头。你那材质包很强哎、欸。哎呀，其实这个东西。看，偷看一下直播。很好奇蓝莓是实况组吗？他不是，他就只是观众。哎、欸，这是蓝莓，不是蓝莓头啊，钻石头的真相大白。什么蓝莓头啦？龙源头啦。对啊。好好讲话。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的啊，由于我把那个玉髓装穿上去了，所以现在不是粉色的装备了。看，这个可爱吧？但我不是了。为什么会那么多人都问说我是不是实况主？因为就是因为玩在一起啊，哦、嗯，或是你的声音特别好听，大家想去看你的台什么之类的、啊，你有没有想考虑发展一下？我一直都有想，可是我设备不够啊。那你就要加入菜渣的钻石口袋吗？不喝，他叫显卡会员，是显卡会员。怎么换回来的？随便找个就硬换回来啊！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眼睛跟眉毛是不同颜色的。这个是我们家小鱼画的。我一直以为就是远看以为
都是同一个颜色，近看才发现不同颜色。哦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有发现我眉毛是皱起来的？它是哦，有没有发现？有，好可爱、啊。对，这个是我一个干爹，他画给另外一个干爹的，那个干爹就叫小鱼。Oh. 我每次看到脸都觉得他脸很衰小，很欠扁。然后于是我就拿来也一起用了，好好笑。我觉得很可爱啊，他眉毛皱皱的。那个怎么用 iTab 看那个超可爱。因为我那阵子就是喜欢玩那个浓、啊、眉，浓眉口水。你有拿抗火药水了吗？还没啊，我说准备要走了。你浴水用好了吗？你没看哦。啊，我是说你的装备，你的剑呢、啊？你刚是被这把砍的啊？哪有，不会痛啊？你刚刚要砍下去，你不会痛是正常的啊？拿两瓶吧。啊、那边应该啊，这边怎么水不见了？这边原本厨房为什么拆了？我那时候想问。我带18组平滑石哦，那个谁，呱呱还是方林说他要把它拆掉。他说很多人都被吓到还是什么的东西，吓到没吓到啊？因为那时候酿造他其实旁边很方便耶。我不知道，把他拆掉了，变成在方林家，然后我也 copy 了一个过来。哦，啊啊，去盖个捞水的方便桌。哦，没事。啊，没有没事。走吧，哥哥。因为我是喜欢这样啊。嗨，那就可以捞水了。你说水瓶吗？水瓶啊。哦，すごいね。广告，好啊，一直往前看。好。OK。我们也想说白天没事做，来地狱装饰一下我们的地狱门口。就是你睡着了？没有啊，太热了啦，40几度你玩得下去？我玩得下去，我电脑玩不下去啊。就这样啊，这个大空间我们可以也可以布置一下之类的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是可以啊，可是懒啊，走吧。慢慢来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、哦。我们带肉有，放我药水，放快捷键上，肉带放上，放快，好。我听到嘤嘤嘤的声音啊！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、啊？被你压死兔兔的叫声。哦哟哦哟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嗯。这个会被说一辈子哎，怎么办？直到你死，你亲生如果咬我去的话，请新娘朋友致辞，她曾经用屁股压死了一只兔子，然后新郎就会哈哈，新郎就会哈。如果他是兔子控的话，那应该会当场离婚吧，不用结。你干嘛、我不知道。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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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早喝了啦！烈焰神啊！我黑人。烈焰神不是黑人，这里前面。啊！你真的好抗烧哦。哎、对啊，我不用喝哦，我干嘛喝？不然、啊、你喝，除非是你泡岩浆，你再喝啥小？你先把这些，帮我把这些火先扑灭掉。啊。哎、我没有穿恐襟哎，我会不会被那个、啊？不用怕啊，你比他痛哦。而且这边不是飞鸿森林，你不用怕，除非我们再过去一点。哎、这边太危险了，一个不小心就摔死哎、啊。所以开始要补啦、啊。那个我教你我要怎么补。不要用燃烧剑矢加无限，看得很痛苦。对不起啦，我就来不及了。这只是强迫症，什么来不及？可以重弄啊。来，我教你哦。现在是教你，你就要好好听哦。好，那个是十字路口中心点，嗯，那边才会升凋零，嗯，那边的半径5格内，我忘记了，
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边尽量让它可以升凋零，我们先把这边围一圈，不是围一圈啊，就是对这样子嘛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如果凋零升在下面，不是就不好打了。那所以我们就这样补起来。但是我不会这样做，等，我会用对，我用这个盖，因为才会知道十字路口在这边。对，那如果我们其实旁边这附近全都是岩浆的话，这边升凋零骷髅机会会很高。哦，对，会就是升怪压制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再來就是要把下面可以的话补半砖。半砖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带切纸机构啊？我有带啊。哦，好啊。厉害吧？すごいね。因为我觉得切石机真的很好用，我都一定会带身上。超好用的。对啊。半砖。对啊，所以你看这边开始要补半砖，就上半砖，什么哪边？哪边？这边。什么？你如果要省材料的话，你就这边开始也可以铺上半砖啊。啊，生怪压制就是下半砖，对啊。啊，生怪压制就是等一下我们如果要下去压的话，你可以有事没事，或是跟我一起过来，这样子下来这边。这样子放对吧，就是让上面连火把也不能插，让他们也不会升凋零骷髅对啊。啊，平台大概要多大等一下什么平台？我们的这个平台啊，你看哦，你这边不是这边是第一个十字路口吗？是。那这边是第二个十字路口。是。对，所以这边也可以再盖。OK。啊，最棒的是四个十字路口连在一起啦。可是这边好像只有一个。没有，这边是一长条的十字路口。哦。所以这边也是十字路口。哦。懂了哈。嗯。好，这些都可以挖掉了。好，开挖。哦，还有这个也是十字路口。反正你只要看到是十字，这个也是。Hello。对，烈焰神这边也是。这里也是。嗯，那如果懒得盖的话，就真的是直接补一个最大的平台就好了。哦。懂吗？就是我们都铲平，然后就一览无遗，这样看到凋零就直接打就好了。哦。对啊。早期新大陆那时候是对这个生成机制是。懵懂的时候，想说啊，算了啦，直接盖一个大平台。要屁哦、喔，少女嘞，拿弓箭，你在怕什么？等一下，少女，那再会叫你把这些这个石头敲掉，地狱石敲掉，因为你用一炸一下，这个就烂了，所以你还是要补，懂吗？OK。不要敷衍我。没有，我最后一个敷衍我的人，他现在在开台哦、喔。是谁？那个诺英啊。哦。也不会到大工程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，算了，不要好了，好累。因为有办法盖全自动的，但是那个前提是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叫做。凋零玫瑰，这个是不是也是十字路口啊？还是不是？它只是一条路。看一下哪一个？这个啊。这不是啊，这不是，这就是通道。那这边要挖掉吗？哪里挖掉？这里这一块。你现在这一块吗？你这一块。对。所谓的十字路口是地狱砖的交通，不是交通啊，干道这种，还是？OK。那如果你确定下面是空的话，你要记得补半砖。好，不然万一怪身在这边影响的话，你就只能穿鞘翅飞出去再飞回来。它下面是空的吗？我讲一下好了。对，就像那个蘑菇有没有？嗯。如果真的没有要压这么好的话，其实就是随便。如果你真的需要效率的话，你可能要这个环境要铺个三天三夜吧。哇靠！因为它很白痴，就是这边有那个啊。玄武岩吧，还是什么的？这边又是那个龙岩史莱姆的生成区。龙岩史莱姆又很难清。所以其实这个地狱
也不是说太，如果要以十分来讲的话，十分满分的话，这个地狱堡垒只有两分。可是我记得，还有一个地狱堡垒啊，可是我记得在蛮远的地方。那就如果他是真的是附近都岩浆的那一种的话，这样。那个我突然忘记那是什么东西，我找一下。好、啊。干嘛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有找到堡垒遗迹，你有要吗？猪人吗？对。那个还好哎、欸。他是要射我们是不是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这边先等一下好不好？我要上来的啦。我很认真的想扑烂他哎、欸。扑烂。扑烂。我扑烂。啊！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下面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所以你敲字放里面了？哦，没有啊，我没带，我根本就没带。等一下哦，你说什么叫扑浪他？扑烂他？什么叫扑烂？扑东西的扑，烂、嗯、掉的烂，扑烂他。你是说压制吗？对啊。那就压，那就压，容易摔下来死掉。啊！刚有东西摔下来死掉，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害人家死掉了。刚我屁事，我看到烟哦，白痴，该不是朱布林吧？哦。那你要压的话，你要看，你要带鞘刺哦，看好上面那边，那些有可能会死。反正我们这个范围一二八格内，都要扑。要死哦！真的啦，讲真的啦，我以前。啊、算了，不知道先铺十字路。我想听你以前的故事。太棒了，直接不理我哎、欸！我在打怪，你洗的烤哦。哎、欸，掉了！哦，掉了！哎、欸，你好幸运啊、哦欸！第一只哎、欸，好扯啊、哦！扯哦，好扯啊、哦！幸运蓝莓，我有幸运 buff。嗯。然后以前、啊、你是要听哪个故事？你就都讲啊，我们反正盖这个很无聊、啊，可以讲。哦，那时候在那个新大陆的时候，我就真的是，这边十字路口，跟可能要冲个200格才一个十字路口，我就这样来回走，来回走。所以这样子其实效率也没有说到很差，因为那时候我是。早期的深怪塔，你有看过菜渣影片吧？就是那个怪跟拉屎一样的那个。嗯，有有有。对。啊，如果你等等，如果你确定这边有的话，你这边就做个记号，有空再下来补半砖。哦。不然我们之后可能冲来这边就发现说怎么有听到声音但找不到怪。哦，好。对。这边刚刚是生在这里吧？不是，它生在上面。上面。这里。啊，它在这个上面，这边也是十字路口。哦，所以它掉下來，哎、欸，前面有小猪骑士耶，小鸡骑士啊、嗯，好可爱啊！又在射你，我也不会射。啊？啾啾啾！哇！嗯？哦，对我的不是无限哦，所以后面要靠你，如果射完的话。好，我可以给你一把剑矢。不是啊，我就是没无限的，给我见识。等一下哦。对啊，你这边，你知道一个人来这边扑的话，找个人或是什么吧。啊、Hello。嗯。有没有听到？有，你这边应该可以盖个一个礼拜吧？太快乐了吧？对啊，如果真的没事做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要盖这个话，就是增加游戏的寿命啊。你也可以选择不盖啊，就是你的凋零骷髅头相对就是少一点啊。可是就是因为不盖，游戏寿命才会长一点，不是吗？就是要去找啊之类的。对啊，有两种啦，就是
人家说科技来自于人性嘛，嗯，啊，人性本堕，你相不相信这句话？相信啊，懒惰的多，不是堕落的多。相信啊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因为懒才会有科技。嗯，你说到一半，哎、欸，说到哪里？我想一下，那个拉屎。哦，那时候就是。有苦一大堆，那个效率就是真的是太好了，嗯，好到就是火药真的可以随便用，嗯，哎、欸、啊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用 TNT 炸，把下面的岩浆炸出来，嗯，所以就是你想象一下，哎，你有大概七八组 TNT 围绕在附近、嗯，然后你一次炸，哦，对，那时候是这样子在拖那个地图。就是把附近的神怪能神怪的地方就是炸空，然后补那个大道岩浆。那我们用船是不是也比较快啊？用什么？船？因为早期没有这个，没有人会去地狱炸、啊，那时候是 TNT 比较快啊、哦、，TNT 一定比船快啊。可是我觉得船的威力也蛮大的。很大，可是它没有说到很快啊。哦、嗯。你说你知道快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感谢超级留言，今天干什么？今天要来收集凋零骷髅头，但收集到了，很意外。你找一颗哦，越多颗越好啊，这样蜂窝还越来越多啦。嗯？哪里啊？那边。不要。嗯？这个伺服器的显示距离有调过啦，所以。有时候怪看得到，我们看不到他们。是啊、哦。对啊。哦。动了。喂。然后这样眼泪我们是不是拿不到啊？再过去拿就好啦，我过去拿。嗯、对，我们梅哥给我的。他的眼泪。不知道打死之后就有啦。PC 断了吗？喂，你被霸凌了。噜噜噜噜噜噜。眼泪嘞？有。梅哥讲话、啊，梅哥，嗯，来没？为什么不讲话？八十？八零呐？靠背。我刚刚看我 DC 没有被炸掉啊，为什么是我炸掉，或者是你炸掉啊？八字哦，才你炸嘞，我炸，你看，他站在这边 ，Hello， 嗨，哦，干他，射到他妈都不认得，不要拿弓射啦，没有掠夺。哦，对，八 TC。笑，一下到了。嗯，我看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金鱼的音效真的很恐怖，我也是在靠背哦。我想要把音效关掉、欸。真假的？对啊，我想要留。嗯，我会打开来听一下，然后就把自己吓个半死。可以把不要不然那些可能挖到打到的放这边吧。好了呀。
结果它都是长在下面，而不是走廊上，是正常的。嗯，不是啊，我们玩家离得很近。哦。对啊。So ga。对啊。我要干嘛？然后一个比较奢侈的盖法是，嗯，压制啦，我是指压制，嗯，用地板，不压力板，哦，对，因为后面像我们的铁非常自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就是用铁压力板，因为压力板上面不会生怪哦，对，而且像你铺半砖对不对，你点太快的话是不是会变成全砖？对啊，对啊，压力板没办法这样子做，所以后面都是那种大小，就是后面都会直接就是右键按着，然后全部放铁质压力板。哦，啊，我之前在我们那群朋友玩的伺服器里面是用按钮上面也不会生怪，可是就是会非常丑。墙壁按钮、地板压力板这样。什么墙壁按钮？然后就地板压力板啊！不是跟你讲说先不要补这边，你可得赶快补。啊，我补了吗？这谁放的？这谁放的？嗯，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妈，屁股一定很大。可那肯定不是我，屁股大了，死啊，不是很常炸死哦。对，你也可以付坚持让他继续打，他会被坚持烦死。看那边生龙岩史莱姆了，所以这边哎哈喽，他生了，他生出来了。哦哦，干他，打到他妈都不认得。啊，他怎么又摔死？他妈还不认得他。哎、欸、死了啊，没有掉头啊。我掠夺吧，有啊。你以为那么好打哦？有掠夺三也是增加2.5%而已啊。哇塞，我蓝莓。啊，所以嘞。他应该会比较好钓啊？没有啊，有啦，没有啦，有啦，有屁呀、啊！嘿嘿，你他妈的再把这条路补起来试试看，跟你讲说要做记号，你起嘞欢，你知道欢是什么吗？一个动物，是什么动物？欢你不知道、哦，它的皮很硬，然后一些肉食动物都不喜欢吃它。它长得像穿山甲吗？像臭鼬。哦、对啊。哦、可是我记得我没有补啊。难道是我吗？是。哇。真的好耐烧哦。对啊，跟你讲，做好你就不怕全掉了，掉了就是你还有装备，至少装备不用用。翅膀再找就有了。哎呦！到底是谁啦？什么东西？烈焰神！我不行，这么好用的装备，我礼拜一的时候要搞一件。在别的伺服器吗？对啊，礼拜一我们会有个伺服器生存。哦。然后，因为那时候我也常常在地狱弄东西。妈的，你的刀真的是很雷，又一缕火焰，又燃烧，又是击退。哎、欸，燃烧好吧？可以直接吃烤牛肉、烤猪肉、烤鸡肉、欸。哎、啊，所以嘞，你被猪打到了，不是啊，你被怪打到怎么办？
我遇水，我把你射死，顶嘴。我觉得我讲的很对啊，我遇水啊。你想不想死？不要啦。你想不想死？哎、欸，可是我蛮好奇，打我看看好了，来吧。打什么？打我、啊，射我、啊。射喽。射啊！一颗星。可以哈，一直射哈。可以耶。好啦，我换武器。那我试试看这一把哦。好，他现在少一颗星，来吧。这应该不会喷掉，来吧。准备了、哦。好。哎、欸，一颗，哇，哇，我无敌了，我怕被打了。哇，玉水也太强了吧！哈哈哈，我无敌了，我再也不怕被打死了。以后跟玩家打架，我就穿这个去打，我肯定赢。就跟你讲说，你要在家里穿装备可以啊，至少穿个鞋子就好了。可是我不想穿啊，我知道啊，很丑啊。可是鞋子还好吧？你鞋子是多昂贵啊？很丑。你鞋子的图是画的多昂贵啊？哈。他就炸虾。所以嘞，你会吃虾子的尾巴吗？不会啊。他如果炸的够酥，我会吃啊。啊，今天你的脚酥吗？应该蛮酥的吧。会下去哦，会下去哦。不会，这边还好，这边还好。在前面就不行了，在前面就不行了。为什么这边还好吧？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这边呢？哎、欸，下面有那个小小猪布林啊！我有轻盈会不会死啊？不会啊！要实验看看，真的吗？那我下去，轻盈，那我下去我怎么上来？你那边不是有路可以走上来？你把头啊！那我下去了。哦，我不会痛哎、欸！就说不会啊！欸、我好猛哦！哎、欸，那我顺便铺个半砖好了。好啊，啊你小猪布林先杀掉吧。Fuck you! Fuck you! 为什么小只的会揍我，大只的不会揍我？小只也会揍啊，大只也会揍啊。铺就不会生了吗？嗯，这样就压制啊，这样吗？我看不到，你看得到里面吗？等，有裂隙有。哦，我截图给你看，长这样，对吧？就这样子，你在上面插火把，不能插就不行啊。搞掉你做什么？头颅啊。火把哦，不能擦，所以不能擦就不会生。对，哦，搞时间，我跑去隔壁偷敌一下，去吧。然后我敌回来啦。哦，嘿，欸，这边蛮短的耶，我这边顺便补一下好了。哦。其实这个平台可以盖三层。那你盖啊？我不要，超累。嘿，哎呀，
切石机真的有够方便的。嗯，切石机啊。你在讲什么？切哦，切石机哦。对啊，真的很方便啊。我想那种切石机真的很方便。切石机。你那边怎么在炸？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。我在铺搬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在铺啊，怎么炸安生？你有听？你没听到吗？没，我有听到尹永仪在射我啊。哦，那是你的问题啊。我没办法控制他。这是你的问题啊。当然不是我问题啊，他要射我，哎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我能阻止他射我吗？不能啊。你就不要让他射啊。很难欸。这是你的问题啊。不是，怎么可能是？再想一下。等一下欸。想一下欸。完了，怎么办？你是要盖到那很有效率的话，真的可以玩很久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不是说盖我就盖啦？那盖啊。对啊，我就盖啊，我就盖。你就盖、啊。反正那个那么丑的石头一堆，把它用用也好。嗯。有没有很有道理？一直都有、啊。那兔子的事可以不要再讲了吗？不行。老实讲，这石头是不是你烧的？哦，是。不是。是。不是。我说是的话，就不讲兔子吗？嗯，不是啊，嗯、我会连兔子跟石头是一起讲、啊。那当然就不是我、啊，狗屁。那表示就是了哦。不是，怎么可能是？再想一下。讲很久了，这件事情我想很久了。那你想的不够久，再想一下。反正你先把你票出去嘛。不能，哎、欸，就怕我不是小丑，我说不定是小丑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都让你赢嘛、啊、也好啊。靠北，我还想玩游戏，不要这样。你是赶快下一场。要啦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魔那个我们玩的那个魔主狼人杀那个魔主啊，被官方认可嘞。有。然后年底好像会出一个大地图，水族馆，然后二楼的。哎呦。嗯，听到我不知道那个是魔主地图还是那个主那个游戏的地图，我不知道，看的无煞煞。嗯，然后又多出新的职业，跟新的颜色，跟新的衣服，这样。嗯。我想问观众，你们有吃到广告吗？就是我刚刚除了我自己手动刚刚说的，啊，播一下广告这种东西。除此之外，你有吃到广告吗？因为我要测，因为在跟我干爹在测试自动播广告的插件。角珊瑚还好啊，你可以买啊。我想要是扇形珊瑚。珊瑚可以拿来做钢琴耶。我是说用那些哦。对啊，之前有看到人家盖，我觉得很漂亮。为什么你家有人放沙子？他有没有想过是安德放的、啊？不知道啊。他应该没有想到，应该是吧？可喝一杯怪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请说。上次那个蔡渣讲的那件事情，是不是他干的、啊？哪件事情？那个鱼竿那件事情哦、我在想八是有可能你要开台讲这件事情吗？我觉得是啦，他们讲听不出来吧？他们也不知道在是哪件事情啊。我是说尿裤子那件事情啊，那就是了啊，对啊，我是把自己困在下面。你要我救你吗？不用，我来救你了。不用。你是不是下来了？
不是啊，因为下面这边你走走走走，因为这我刚刚绕了一下这边下面，刚不是跟你讲说要有很有效率的话，其实我在盖这边。哦、oh, 啊，我在盖另外一边，酷。啊，所以其实前面那边都一定要铺啊。哦、oh, ，你加油，我去铺另外一边。我没有要铺啊。哎、欸，我上上去。不知道，我救你啦、啊。不用，我这个你自己来。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太多了，等一下。我跟你未来老公说了。哎、欸。我你鬼刚在人家给应用一射。没事，我活了。你是风，你是火，你是赤裸的恶魔。这不是燕尾蝶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老的歌哦。你才老。不是，这首歌好听，老歌都比较好听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说你才老啊。好，我很老。豆腐加早上野生怪一对一格亮度六。因为其实啊，1.18之后啊，为什么地狱会生枯宫啊？啊，有几率生啊。地狱的枯宫在那个以那个什么银幽翼的地形，灵魂沙幽谷跟那个这里都会生。刚刚又吃到了，那我问一下哦，我头诶、欸，我现在插完广告啊，现在是我手动按的。因为我每次插广告我都会讲一下，所以如果在这之间有吃到广告的话，再跟等一下我问的时候再跟我说。我吃广告，你知道那是因为我刚手动插的哦，啊不讲了。我刚没听到，哇，好，你炸掉，好，你炸掉，哇，我跟你老公说，我老公谁？啊，未来老公，不是吧？啊，现在都没看到半只凋零哎，没有，不用理他，因为我就看到啦、啊，那边、啊、你又看到了，那边，哦，对啊，当你压制真的压得很好，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哈，就是压至少好一点的话，你就开始会有成就感。有，我现在就很有成就感。没有，你想骗我。我哪有看到整片的那个、哦、我就很有成就感，那叫好感。OK， 哭啊，骗啊，没有骗，怎么可能，再想一下。哦，还有办法可以压制那个熔岩史莱姆。怎么压？隔两格放一个方块，隔两格放一个方块，就比如说像这样子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下面，我上来了。哎，这样啊？哪里？像比如说这一二这边，然后一二这边。哦。那就要么就是补那个啦，那个压力板。哎、欸，棒！没事，我不怕痛。不是啦，箱子会炸啦。哦。谁理你箱子痛不痛啦？我痛不痛不重要吗？哎、欸，我射不到他哎、欸，白痴啊、喔！把自己炸死。所以我不重要，我被炸死也没关系吧？对，反正你要知道，这是有关硬度的问题。我不够硬。你太硬了，箱子不够硬好吗？我是这个意思。你为什么都要曲解？我然后整天在那边说你们是不是不好惹？我们不好惹。哎呦喂啊，总裁挖一个就掉了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他应该出一个玉髓箱子之类的。何止玉髓箱子，玉髓界符合吧？哦、oh, ，可是玉髓这不是这符合不能那个啊，两个叠在一起，空间不能更大、啊。你太要求太多了哦，你这样不好哦。你
你做人太贪心了，蓝莓。我没有啊，要大，能因梦想而伟大。嗯，屁股也很大。不是，哦哟，我真的不是哭。我好难过。嗯。然后我猜你现在就会接在我屁股的那只兔子也很难过。我是没有想，因为我在做梦奇啊。你要这么想也可以。你可能就会讲这种话。你要想啊，那个屁股压下去，他还在挣扎的那种样子，很有画面吧？这个也严格来讲也不是我的屁股，是方块哎。不是啊，你的屁股挤到他。也不是，我就是不是。你那时候挤到的时候，聊天次数都说蓝莓的屁股，是不是你讲？有吗？对不对？哦，要求加大中介箱，不是你们那些要求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好吗？欸、对，中介箱能叠在一起放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嗯。有方便的东西就不要再要求更方便了。你看人会贪心的。虽然我讲那个介符合一样啊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，我补错层了，哎呦，浪费啊，算了。反正死头那么多。哭啊。对啊，这种石头就只有盖这种平台好看。我处理很多石头了。嗯，在那个去压制怪的时候，我带了一堆，也烧了一堆。压是什么怪？你在压哪里的怪？我说那个那时候在动，那个跟胡子他们在动的时候，动什么？那个我们家下面的洞。哦哦哦！我那时候带。那、啊、你不是插火把哦？嗯没不是啊，要电啊，电东西啊， oh. 对啊，啊要铺路啊，啊拿那个九台那个很丑的来铺啊。哦、oh. ，我都有在想办法消耗他们、欸。我有在想办法消了呢，消到菜渣疑似过世哎、欸。那开台的时候还走回去，我想要怕观众觉得我在齁干，又回去看到岩浆正中央。还漂浮着那个玉水，马上喝，看我药水冲下去里面。盖成上半砖，对啊，刚刚弄错了。哎、欸，眼泪还在，眼泪还在。哇塞，那叫眼屎吧？是吗？把塞是岩石啊，眼泪是把油。哦，把油哦。是吧？不是马赛吗？马的大便。不是啦。马赛呢？马赛啊，对，可能口音不一样。胃好痛，有吗？问一下，刚刚有没有吃到广告？他刚刚是自动放广告，我刚刚有瞄了一下，而且我这边没有啊。有吃到广告的跟我说一下，因为这样子我才能跟马婷说，我才能跟马婷说，没啊。等一下哦，它是19分播的，对啊，是刚刚哦，有哦，还是有人有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应该可以了，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有就好了，感谢，因为确定它的插件没有错，感谢你们刚刚没吃到广告的，再播一次，好，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在玩游戏的时候每次都要切回来按，因为这个是设定15分钟播一次广告。如果好用的话，我再给其他人。
几类考的那个考，几类考，考是哭啊，考，哭啊，哭啊，没有方块啦，要走上去啦，嗯，要回去拿，没有啦，身上的切石机的用的用完，啊。其实补这个也很无聊，很舒压。对啊，然后现在又可以聊聊天，多轻松，不要死都不都好讲。嗯，不要做死都好讲。嗯，怎样？没有，我在看哪边还要铺。哦，这整排看下去好舒服哦。对啊。啊，这两天去卖花束好了，而花束会连点。连点不好吗？嗯，你放一个方块会直接帮你放两个好吗？在盖东西的时候蛮方便的，可是半砖就算了。对啊，就是半砖啊，我还没换啊。这边应该好了吧？应该不用再扶了。你在忙吗？谁？我？你？对啊。在补啊？怎么了？你在下面，好吧，没事。我很小。没有，我想问你说，这样应该可以的吧？你是铺到？那是你铺的吗？我铺到灵魂沙这边来的，那是你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可以啊，嗨。这样应该就不会深的吧？还是灵魂沙那边也要铺、对，其实灵魂沙到前面这边，你看到这边，然后一座一座的上面也都要铺。哦，好哦。对啊，这个之后再慢慢先补个大概啦，然后再慢慢往外推就好。好，现在补这边啊。补下面这边吗？对啊。OK。啊，岩浆应该不用填起来吧？岩浆不会生怪吧？岩浆不会啊。啊，如果你怕你摔进去，还是补一下。应该是不会这么蠢啊。嗯哼。岩浆耶，挖一下。赞助我哈，我有啦，我有花束钱了啦，只是还没买啊。感谢豆腐。那时候新大陆都是你一个人在盖的，嗯，还有两个人啊，一个叫狼儿，一个点点啊。哦、嗯，对啊，啊，就是他们都会照我要做的东西做啊，我只要帮忙盖，我只要盖就好。像那时候就是说，肉挖那个吗？猪人塔，就是用黑曜石盖出来的那个传送门、嗯，很大片的那个。嗯，嗯，那时候就是我们一起，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介挖黑曜石。哦、对，然后盖完之后觉得效率超级差，就决定说再也不盖了。天哪，真的超级差。那真的就只是就是随缘嘛，就是放着给他。像很早期的那个苦力帕塔，就效率差到不行。哦、你想象就是差不多那种感觉。所以真的要盖的话，你要就盖在地狱，然后反正地狱是他们家生成的空间，嗯，所以盖地狱会比较好。原来如此。因为那时候看到，觉得
效率很好，那是因为我当时不懂麦块，等懂了之后才知道它的世界是有加速的。哦，对吧？那那时候速度生成时间是调30倍，酷。所以你大概是那个一分钟出一次怪，它那边就是两秒钟出一次怪，这样感觉。快啊！对吧？下面好了。Yeah. 然后白痴补错了，哎呦，对，射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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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不会痛，哎。好。哇，这样看好舒服哦。你好。哎，有一只那个，有一只那个。啊。来了，来了。啊。哎。有在打他。他怎么会生在这边？他应该生在这边啊。这边。哎，不对，他生在这边应该会卡住，因为凋零，他如果是盖 2.5 格的话，他会卡住。啊，为什么他是生在哪？对我说不到。好，这边可以先补个平台。像这样吗？把它先补起来啊。OK。就把它压制好，再补一下就好。嗯？怎样？有那个猪人跟那个烈焰人。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新大陆盖的东西很快，哦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不用去收集，然后他们帮我用好我再盖。嗯，就你只要负责盖就好，东西得给他们收集，这样就好。对啊，那时候整地也是啊，那时候那个狼儿他直接把一座山挖平，好猛哦。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的村民的那种交易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时候村民有的公用的就只是盖铁巨人塔而已，所以那时候他是用一个起哦，对他那哈对啊，哦，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拿着铁铲加那个效率二的那个烽火台，一个人把三整。好猛哦！怎么下半砖？你说刚刚的下半砖吗？应该生怪压制啊，他刚刚是补错的、啊。啊！你被他被打，怎么叫跟鬼一样、啊？你要想想看，兔子叫也是这样的声音。哎呦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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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想清楚呢，要兔子叫。哎、我有想要救他。哎、欸，我后面真的我很努力不让狐狸去咬那个兔子、欸。我知道啊，我就跟你讲说没关系啊，真的死掉就算了。没有啦，什么没关系，然后下来就见你弄死他了，对吧？不会啊。然后什么锁链的繁星就出来，因为不是啊，你们真的在赢那个，一定难免会用到的啊。没有，可以避免，我可以，我成功了，除了屁股压死那一只。哎、欸，这边也要补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。哎、欸，小姐，你这边弄错了啦。哪里？这里啦。嗨，这边怎么不？哎、欸，也好像对你好像弄对了。因为如果没有在看，我在看啊、欸哦，好，你好像弄对了，没事。我很棒哎、欸。没有在看呐、啊，因为十字路口的范围就很北七啊。哦。对啊。换这里好了，我先圈一个范围起来嘛。好，我下去铺那个。又吃到广告了哦，睡哦，因为我没有按。棒！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再撬吃过来了。你要不要回去拿？我们石头也快没了。好啊，拿撬吃啊。好啊。那我顺便带一点酒桃过来。嗯，我也回去好了。岩浆柱真棒，还烧热色。
就看到菜刀再把武器丢进去，必啦。啊、哦，哪里回家啊？啊，这里啊。哦。哦，我看到路了。我追上了就打你了哦，好快一点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啊！我在帮你跑欸。哎呦，你不能用射的，你怎么可以用射的？我要追上你了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空拳呐、啊，我空拳，等一下屁哦，很痛欸，是全身尖刺啊。我尖刺三啊。哦。尖刺也还好啊，你尖刺越高，它只是哦一点点血，爱慕。你拿石头，我去拿鞘翅。啊，如果石头不够的话，就用鹅卵石吧。不要，吵死了！开始烧吧。我靠！啊，他要再烧一次。等一下。他要烧两次啊？是你确定？啊、你想一下、欸。想啊，我想很久了、欸。啊哦，没事，我拿回来。没了欸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上次拿超多了，我拿大概半个背包吧。嗯，拿去你家烧啊？那个烟火，那再怎么办？拿鹅卵石。很丑，你要为了这个再烧一次是不是啊？没办法了，不然我就盖个那个啊，鹅卵石制造机，不是鹅卵石，石头制造机。怎么弄啊？我要盖吗？我可以现在盖，你去挖，然后下面就放个熔炉，那边烧也是可以啊。那其实很好盖，那你干啊，我可以挖。那我们要盖在那个有挖掘鳄的地方。好啊，我拿烟。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岩浆。漏斗矿车，漏斗矿车，矿。嗯，我发现你今天没有开那个哎、欸。那个。那个。那要怎么讲虚拟人物哦，耳朵会动的那个，你要看哦。我觉得他耳朵动得很疗愈耶，很 Q 耶。神经病哦，你要好好讲话。你神经病啊。你有没有推荐的红石连赏专制？有啊。你是想盖一个母汤的东西，我盖过了啊。你要在实况中弄那个？那也不会被 ban 台啊、那個？那为什么菜刀说他会被 ban？ 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啊，这个连闪就很好用啊。可是太快了，看起来会很奇怪。所以真的要的话是用这个。你是要看这个是不是？这个连闪最快就是两个侦测器，
再加一个粘性活塞，这样推出去速度会超级快。可是这就是这里是不是少一格啊？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希挖的，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啦，因为原本不是这个啊，原本我只挖两格，也不知道是谁又补刊了。我受不了，这只牛真的够可怜的，惨不忍睹。你想想那只兔子。哦哟，哦哦，你又跟我提兔子，你去帮我捞算了，我自己吗？哦，好啊，那你给我，你再出，你身上一桶水一桶岩浆。好。我拿鞘翅，等一下，我飞得比较快。这石头制造机要盖在那边哦。没有吧？你盖完之后，再把它拆掉啊。怎么没有？又没拆。你如果说盖很快的话，是很快啊。水桶跟岩浆，我换一下鞘翅。我还在开啊，谁开的啦？什么谁开的？有岩浆跟那个了，水了。好。去哪里等你？你找个地点啊。它多大？它可以很小，那就盖在那个啊，哪里？这里啊，就这边就好啦。可是会很丑哦，啪！没差，不会痛。可是只是盖一下子，我们只是要石头，应该还好吧？嗯，对啊，应该还好啊。别走呀！我拿这样一点点而已。你有丝绸之处吧？有。好，我身上这把就是丝绸，我只有整地的不是。嗯。我有20个棕色蘑菇耶，可以做更多隐形药水。棕色蘑菇上隐形药哦，需那个发酵。嗯。OK， 开工了哦。好嘞，快过来一点好。看我是在炮兵哎。哎呦！还是我们该睡觉啊？好啊，好啊，顺便拿烟火。嗯，他有调伺服器的人数睡觉是？哦，没有，没有啊，他没调吧？我记得上次有谁有讲，可是他还是没，他没动。你想要能计时的，你要做烟火，计时的点闪，那个要网络上查，那个我没有去研究。又有广告了是不是？感谢。放下，反正就这样。
哇，我在看你蹲着那个你的翅膀。哦，没事，它是张开的，没事。当我没讲话。要给你岩浆跟水吗？不是，我在想，我下面要放熔炉还是怎样？这攸关那个漏斗的那个。我们家漏斗不是很多吗？反正铁自由了，不是吗？不是，所以你下面要放那个，所以下面是要放什么？我要有关这个啊，要直接烧还是带回去烧？你懂意思吗？直接烧吧。那就要，那你回去帮我做个一二三五个熔炉。五个熔炉 ，OK。对。这里。岩浆的味。六个还是五个？啊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反正多的烧掉就好。啊哈？那我做七个。你想想一下，你那个七个兔子会怎样？一二三。说我不提兔子。没有我们不是说要做漏斗吗？我不用，我有了一二三，我有熔炉了。二三四，啊，燃料嘞？为什么燃料？烧不是要燃料吗？啊，对啊，燃料，看用什么，岩浆也可以啊。我们无限岩浆，就是弄完之后我来这边补吧。然后呢？来。个你啊，给我干嘛？不是吗？要一二三四五，这样子。Cool. 然后，帮我做箱子，个，至少十个，十个 ，OK， 十五个，十五个 ，OK， 换十个啊，都可以啊。到底要几？不要想打我，我在想啊。我怎么可能想打你？怎么不敢想？我是提兔子，你那么不开心。我不会不开心，其实还好。啊对啊，那我提你有没有改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就该是正常的吧。可是我不会讨厌，我觉得还好啊。我人这么好，脾气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嗯。敷衍，我闻到敷衍的味道。是什么三木材？是什么敷衍的声音？好难过、喔。不会啦。那、啊、你就要说想想那只兔子，它更难过。用了十六个，好，放哪？一二三四，然后塞个漏斗框子。这漏斗也被我用快用完了、欸，还是哦、喔，没事啊，铁自由了。我知道铁自由啊。我要再回去做一次，这才是重点。哦。
为什么橡木材会放在桦木材里面呢、啊？一定是有白痴不识木啊！反正不会是我。哎呦喂！来，你把刚刚的木头放上去，横着放，横着放，又要让它变两格宽。哈？安呢啦？啊哦啊！方向有差吗？没差，看你们想要对称啊。不行哎、欸，这个要放翻出来、欸。哎、欸，我那个箱子丢给你了。给你，应该叫你做木桶，哭啊！我去做啊，没事、啊，我再做就好了。那五个木桶 ，OK， 等我。白痴哦，放错边。五个木桶 ，OK。板砖。冲上啊！欸、好了，失控的铁轨放哪？那个后面的漏斗，因为他要那个才能弄，这样吗？等一下哦。你推送没？OK， 那就是我们平时不是盖鹅卵，不是啦，漏斗上面，漏斗上面啊，这边是要放岩浆的，对，漏斗哦，这样这样才能打开，不然放箱子开不了，懂了吗？懂了，不是很丑吗？等一下，方向，哎、欸，熔炉里面呐、啊。法师吗？熔炉里面，哎，有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靠！干嘛啦？放上啦！我怎么让它朝边这样啊？啊，好了，师傅。
啊，效率也太好了吧。哎，为什么啊？这边没有补，白痴哦。进去啦。啊，不是你旁边刚挖开，我哪有挖开？那是你挖的哎、欸，就我，那你是你挖的，这是你挖的，我没有动这个这半点这半个东西哦、喔。OK， 来。来干大事，进来。我进来了，不是这里进来。好好好好，上去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后面。等一下好不好？一直蹭一直蹭，不爽没？你这是叫我进来吗？啊、为什么你又是我铁轨啊？暗杀鬼，啊，算了，这样应该也是可以洗的啦。哦，你歪七扭八，好好笑啊！嗯，其实这也可以吸啊，只是就是丑一点而已。没事啊，完了这个简易版的不等一下都拆掉了。等一下吗？我觉得可能会多留一阵子啊。那也是。来，蓝莓过来。是。无限水源会到吗？会，三格水就可以到无限水源。哦，豆腐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啊，等一下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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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在你头上倒岩浆 ，OK。我想有这么简单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少了？总觉得少了什么哎、欸！来来来来来，倒水！嗨嗨嗨，倒水！现在到哪？但我觉得有点问题，等一下哦、喔，把这边先补。来吧，嗯，到哪都可以，弄成无限水源。好了。好。拜。起来。好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嗯，嗨嗨嗨。然后，嗯，我少一格。好，你上面这个倒岩浆，哪一个都可以，空的里面。算你倒中间好了。好，好了。我感觉怪怪的。哎，好了，完工了，对。那这边就可以开始到高岩浆来放。哦，好酷哦！然后这个就没有用。问一下，我们少一个熔炉吸的位置。阿芝这边就是防护措施要再盖一下。BGM 好小声，
再大声我就听不到他们声音了啦，意思没？好，我回去拿。你再辛苦一下哈。没事。为什么这个水会一直挤我啊？是正常吗？不正常啊。所以我觉得我好像盖错了。我不要再靠近它哎。啊，你等一下。岩浆。好舒压啊，这个。可是好多感觉都被岩浆烧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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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用怕，你挖100颗，只有1颗会被岩浆烧掉。哦。啊，这箱就是，哎，还是有，就算了。漏斗矿车的用途是什么？因为漏斗矿车它会直接把上面那个方块洗掉啊，所以那个它挖掉的瞬间，其实石头会直接被漏斗矿车吸下去，然后漏斗再把漏斗矿的东西往下洗。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小精灵啊？这样有在烧吗？有啊，我在弄啦、啊。OK。我 F5 干嘛？哦，要看我的 skin 哦。白痴哦，等一下哦。这个、啊。没看到，很认真在盖东西哦。哎呀，不在盖什么？我以为你叫我 YTF， 白痴。好了哈，好了哈，好了哈。有人说好丑，没事啦。但是他的丑，他审美跟我不一样，一直都是啊。我那时候觉得可爱，他就跟我讲丑；我觉得很丑，他就说可爱。没事啦，我们之间的默契就是这么的不合，对吧？那你刚刚说什么？水把你推走？就这样，我们俩在靠近啊，是正常。哎、欸，这样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你他妈低能！哎、欸、哎，等，其实你站的位置才是对的、欸，哎，靠腰啊，靠背啊，不是啦，因为我刚盖就觉得哪里不对了。你给我跟那只低能道歉。太低能。也、欸、不能这样哎、欸。不是，你先起来，你先出来。我要怎么出来？蹲走出来。嗯，对啦，其实这个这下面这个漏斗就真的是加减放。好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不要理他就好，我没有想理他、啊。他既不会画画，就只会嘴而已。然后你这边就是防护措施，就是盖个门或什么的吧。OK 啊。对啊，不然脚这边僵尸跟小僵尸会走进来咬你。你这边不用蹲了，这边挖就好。对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原理是因为水的源头被岩浆浇到会变成石头，而不是就是水流跟那个岩浆源头。哎、欸，你挖过头了！等一下！啊！你是不是抬头挖到东西？我没有挖，抬头挖到东西啊。有你这个，你把岩浆挖爆了。好了，你不要抬头到挖东西，你刚把岩浆。可是我刚都没。哇，这个是豆腐挖的吗？他都卖104，应该是他吧？我这么乖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不是，他应该是觉得你挖到东西了，他们狂骂干。又要补黑曜石，其实有挖掘二，你补黑曜石也挖得很快呢。
所以我才会想说挖远一点，玩这样好了。你继续挖，你继续挖，没事了。好，我是不是可以开小精灵挖？可以啊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按键小精灵。我大概挖多久啊？挖多久？等我大便回来吧。你要去大便了？肚子刚刚一直都很痛，我这两天在拉肚子。那你赶快去吧。我只知道到后面看一下，结果银枪变强哦，那就有在谋财害命吧。你的声音好好听，你是说蓝莓吗？应该不是我啦。怎么可能？但是你啊，你会玩北北？没有，不会，忘记了，怎么用？哦。啊！感谢杠杠的超级留言。不理他。你给我存。居然没生气，谁生气？为什么要生气？哎、欸，隔壁关台了，我不能嘴他了，白痴哦、喔！等一下、喔，我去帮他捞桶岩浆，再去刮几。上厕所，超痛！我其实现在已经在脚痛了。你赶快去啦！我来啦！你去啦！要干嘛？啊，捞岩浆。那我捞啦，你去上厕所。八桶。哎呦！等下，我只有八桶。你继续挖，你继续挖，他也撑得到我来的回来好吗？存个存这个字我懂，可是存在我白字我知道啊。他说存钱我懂，但是两个放在一起我就不懂了。你好好挖，我来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啊、哦。都放好了。好，你赶快去，你赶快去。我就把蓝莓补起来好了。你等一下出来哭吧。好，可以。我应该是不会出去了啦。好好，把你关在里面。小蓝莓铲石机。安德没生气，我没看到他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挂在这边，看墨鱼重电耳匠，标题打，来主去拉屎，来来来，啊，怎么会有鹅卵？我放哪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看产能，我们去完回之后会有多少？好，来个标题，标题，编文字。哦，豆腐，看可不可以帮我把那个烧好的，楼下有一些烧好的，你看会不会帮我放在笼上哦？不然我真的很想用石砖啊，好麻烦哦、喔。排骨布，有荧光墨鱼啊，有，好，站里哦，站里，肚子痛，痛。哦。
我回来了，主播好帅，爱了爱了，你钱太多哦。等一下他们隔壁是出事情了。到隔壁发生的事情，我可以放主播尿尿，我尿尿最好是有声音啊，白痴哦，你不要再给了啦，白痴，你是白痴。感谢诺音超级留言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多少。嗯，还是可以的嘛，十二个啊。该运动。好。好了，可以开麦了。欸，我帅啊，刚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你说怎么说说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射我。啊，没有啊，在家从那个缝缝射我啊。哦吼。然后，对啊，然后我跟他讲，我们等一下干嘛？然后他要盖运动场，然后他也开台了，这样。OK。OK。OK。那你肚子还好吗？拉肚子而已啊，有什么好不好？哦，制服用掉，对，不是啊，不用用掉啊，因为我肚子还是很痛啊。肚子痛，不用用掉啊。像石头有多少啊？一组多了。OK。OK。其实我们可以用烈焰杆当燃料啦，因为烈焰杆太多了啊，其实可以拿来当燃料，而且我们去地狱也会有一大堆烈焰杆，我当时都是这样子。那你啊，为什么我会一直潜下去，然后我很怕这样容易打到其他东西？你是按到蓄福特啊？我没有蓄福特啊。你先出来，那你出来我看一下。你说潜下去是什么意思？你就进去挖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在跟我讲什么？有没有？你会一直往后退？那你就不用往前了啊？有没有往前啊？快笑！因为那边有人把方块用掉了。再看什么原因？欸，所以里面会有一个鹅卵石。这里没有燃料哎、欸。哪里？这里没有燃料。啊、那个，你看一下里面有石头啊。它就少少的啊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看一下。这是鹅卵石。这个没有燃料啊。就是。我说第一个没燃料很正常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你挖了，你其他都好几组了，这边才一个而已，你懂吗？嗯。嗯。哦，知道为什么了啦。等我一下，你先别挖，挖了会出事哦。我不动。好。去拿黑钥匙。
南亚关台了。想说打个凋零就打到，打到肚子痛。没有，打个凋零就打到了。好了，你可以挖了。你挖到底应该看到黑曜石，有吗？等一下。好，你先忙，你先打，你先射。我没有没有，我卡键了。这样好棒哦！什么东西？你这样弄啊，弄一下黑曜石，我就怕把它挖掉。其实也可以放其他像箱子那些东西啊，因为稿子你要挖那个一样速度会很慢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明天再来补路吧，先来帮菜渣弄弄一下。可以啊，那我们要进去吗？可以啊。啊？菜渣说莉莉。不呐，啊这边我就先关台喽。那我先上去哦。好。那我这边先关台休息。其他的，对，其他的我们那个之后要整地或什么东西，我再开台给大家。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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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恐龙明明就很可爱，诺英你是头卡在拍起啥？这超可爱的好不好？还是你是觉得我眉毛太浓不可爱？这很可爱啊。拿出图来，大家拜拜。